有缘人，你终于来了。当你迷茫时，不妨看看这篇陈维公的警世通言吧。古人都能看得如此透彻，我们又何必苦苦挣扎，让自己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呢？一生都是命安排，求什么？今日不知明日事，愁什么？不理爹娘理鬼神，敬什么？弟兄姊妹皆同气，争什么？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忧什么？奴仆也是爹娘生，灵什么？当官若只行方便，做什么？宫门里面好修行，凶什么？刀笔杀人中自杀，雕什么？举头三尺有神明，欺什么？文章自古无凭据，夸什么？荣华富贵眼前花，傲什么？他家富贵前生定，度什么？前世不修今受苦，怨什么？岂可人无得运时，急什么？人世难逢开口笑，苦什么？不破遮寒暖即修，摆什么？才过三寸成何物，馋什么？死后一文带不去，怪什么？前人田地后人收，占什么？得便宜处事便宜，贫什么？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巧什么？虚言折尽平生福，谎什么？是非到底自分明，贬什么？暗里催君骨髓枯，吟什么？嫖赌之人无下烧，要什么？治家勤俭胜求人，奢什么？人争贤妻一场空，恼什么？恶人自有恶人磨，憎什么？冤冤相报几时休，结什么？人生何处不相逢，狠什么？世事真如一居奇，算什么？谁人保得长无事，消什么？学在人心不在山，谋什么？欺人是祸饶人福，强什么？一旦无常万事休，忙什么？有句俗言说得好，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其实这世间的许多事，只要我们能够看开，也就没什么好烦心的。